堂就坐。宜兰县议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大会开幕典礼，典礼开始，全体肃立，主席就位，唱国歌。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复位，请坐下。主席致辞。林馆长。五副馆长，赖秘书长，各位局长、处长，各位联络员，各位记者、先生、小姐，本会林副议长，张前议长，各位议员先进，本会陈秘书长，各位工作同仁。大家较早，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哈。这是咱第十八届第四次的定期大会。这边的会期啊，包括临时会开到十二月底去啊，所以这个会期啊特别较长。过了这个会，咱议员任期都过一半。特别是馆长的任期，九年的任期。已经满七年了，后手剩两年了，可以说超过五分之三，将近五分之四了。咱是不是在这个时阵啊，来回顾过去，来期待未来啦。咱希望讲，这林馆长所领导的团队会当把宜兰县永久发展吼，奠立一个好的基础啦吼。特别有这个机会，今仔开幕典礼，嘛向管理团队也好，各位同仁也好，共同来做一个勉励啦吼。第一就是讲，最近都发生的地价税问题啦吼。像要追求税负公平，本队同仁也会支持啊，好嘛，谢谢支持。但是吼。看起来地价税这个问题，伫就是讲农地使用伫区个计划法，佮房屋税加成，
过来一个地价税。啊，地价税其实这个政策的形成哦，基本上哦都有问题啦，讲实在，只差不多放两三银皮啦。啊，甲今年月年中的时候，其实副馆长也有带，也有甲，不是带啦，甲本会几个同仁哦，实际上嘛，我去现场了解。迄当时税务局发这个要，你若有违规使用的情形，就要开始甲你扣。吼、哦，要比甚至是无甲你讲的是，甚至比较这个建地价要来扣征地价税啊。一阵啊，副馆长也好，本会当然啊，我发觉是有问题出来。迄阵啊嘛有做一个决定，就是讲了啊，通知嘛要处理，全民过来了解来清查，吼、哦，来做一个合理。好，应合理，大概多数人民，多数人较有法度接受的一个方案。结果，代志毋是安尼啦。结果，代志毋是安尼。迄个清查，迄个也无做啊。即马十一月开征了后，共款税单处理变变叫。即马外口民众反应遐尼激烈，啊，有诶，就是讲。无的变做七万几，本来拢无的变七万几，本来拢无的变十几万，本来千几块，即迄真正农民的变做五千几，啊当然你舆论哗然，当然砰砰叫啊！我相信馆长嘛接受到真侪这方面的这个投诉啦吼，啊所以，我只要安尼讲啦，就是讲我这都要讲你节奏形成。甲你要开始执行，啊，实际上馆长嘛做真侪拍拼，希望要调整会当来合理，多数人民多数的人民会当来也支持咱的改革，就是要税负公平，莫讲这农地拢摕去当作建地用，啊，结果是无甲，舆论哗然，怨声载道，这。我感觉这个过程伫决策的形成，甲咱知影发觉问题啊，甲要处理，甲细单出去，这过程中间吼、哦，有问题啦，有问题，就是政策面跟执行面有问题。我感觉伫决策的形成到底是安怎，哦啊，甲执行这过程有一挂问题。我讲就较实际，就讲馆长、副馆长，也许我们被阴了啦。这个要了解，这个要调查，这个要处理。另外吼，我拄仔讲的，是不是来检讨一些过去，然后来处理将来啦吼？比如讲同湾，咱跨20年、20年啊，要建造同湾公园。馆长，今仔你有这个机会，你今仔有这个决心，土地也解决啦。大家嘛支持你嘛欢喜，你讲今年真正就靠贷款嘛，同安公园要建造起来，这欢喜吼嘛，甲你表示一定是支持啦吼。啊，但是咱也知影讲二十几年的同安节啦，同安节当然已经是一个同安文化艺术民俗活动的国际交流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嘛是一个儿童游戏耍的一个物件，是两三种物件合作的啊。全台湾、全世界，我看无一个活动，拢五十几天，脚的遐设施全部拢拆掉，一角啊拢无留。咱希望讲未来同安公园啊，会当做一挂，就是除了咱讲的，就讲咧文创馆啊、同安馆啊，这固定性，会当做一挂。你看全台湾的游戏区，伊这一个投资无可能讲是五十几工嘛，一定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嘛。二十几年，你若讲一年有法大投1000万、1500万的物件落来，迄、那个设施是值的。二十几年啊，变作3亿、4亿、5亿的基本设施啊，咱只要比下就分类，这活动就当个启动啊，应该就一年免开一季啊，成本就低啊。这点我嘛希望讲就过去。啊、哦，经验啊，今仔日咱有这个机会要来建造同安公园呢，希望哦，这个问题吼，会当来个
纳入来，甲咱啊考虑入来啦吼。另外吼，南部樱花林园，即摆伊个是自偿性的，分别还佫负责八季七日啦。南部迄当然是文化的物件，啊，唔是算成本的。问题你即摆是自偿性的，吼啊，樱花林园你也看，哪有法度上民间有法度提40-50公顷的土地是免钱的，予你建造了了，你即摆好久还佫负责七个季啦，你应该有一个财务计划，有一个活化计划，予你你到底分作几年，你要甲偿还啦。我想各相关的单位吼，譬如讲是民政也好，文化也好，你责无旁贷啦，吼啊你。南部也好，你将来讲中心文创，你都唔通讲安尼。哦，你土地市地中央的，伊底也袂卖钱，人人的，哦，啊，做哪用用的，啊，结果留一个物件，底下变作一个千坑。哦，文化物件咱一定支持，袂使算成本的。但是我讲的南部到樱花林园，你即马是自偿性的。哦，啊，你未来你也知影讲过去啊，溪北两位的这个殡葬设施，溪南相对的你无嘛。这方面，而且时代社会变成较紧嘛，即马足侪人是已经甲台北同款啦，灵堂都从那直直来去咱的吼、哦，不管是公所也好，县政府也好，上面我看应该咱相关的单位吼、哦，相关的单位应该爱去思考啦，爱甲即款想法吼、哦，入来咱的县政建设内底啦吼、哦。啊，我另外一方面要请县政府就是讲。咱宜兰县是全台湾会使讲是上丰富的地质能源的县市之一啦。而且即马科技部也好，中央也好，嘛投入一寡资金哦，要来探勘地热能源啊。咱希望这会当加速咱宜兰县的金门酒厂啊，哦，这会当予咱寻求迄个机会，予咱会当丰富咱的管库，予咱的后壁的人。哦，会当用市来这个建设了哈，用市来发展，哦，咱的人民会当受利啦，蒙利啦吼。啊，另外咱嘛知影，长期来咱营造一个大溪，吼、哦、温泉区，哇，即摆是尤其即几天开始，哇，即摆是真正是一池难求啦。哦，林生公议员、我黄孟议员啦，一再咧讲，大家已经客气个，咱是毋是有迄个机会，另外来营造一个溪南的？温泉特区啦，温泉特区当然是相关单位，包括工商旅游处也好，地政处也好，吼、哦，应该爱着手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讲过真济遍，就是讲三星吼、哦、有地热温泉的这个路这个区域，哦，咱是有这个机会，关注这方面，为了吼、哦、未来咱县政永续10年、20年、30年，甚至100年的这个发展。这方面应该来琢磨了吼。啊，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交通的问题是咱宜兰县发展观光，昨昏也有这个中央机关的人来宜兰县拜访，伊那是安尼讲啊，哇，来到宜兰就感觉足爽快，吼、哦，啊，温泉有冷泉，空气环境遐尼好，啊，交通是咱上大的问题。关键还过两年的任期啦吼、哦，咱是希望讲。咱会当把迄个接轨的接驳系统，一些努力吼，全力来吼、哦、来完成啦吼、哦。啊，包括吼基础公路也好，铁路的捷运化也好，直铁也好，吼、哦、啊，你若有当等，你若接驳系统做会好，啊，有法度来处理分流，咱就有法度啊，细碎吼，用量来控制，咱一天能够容纳上悬的咱6万台，啊，不管是要用差别汇率也好。要用入城税也好，要用预约制也好，那你时阵那就会使开始啊来安尼来进行，吼、哦，关键要存一寡人流，一寡时间，应该会使把这个吼宜兰县永续发展的吼、哦、奠下好的基石啦。这是我特别要利用这个机会，甲管理团队吼，甲、哦、我甲咱的同仁吼，共同来面对。特别最后啊，感谢大家哦，百忙中间来议会哦，希望这个会期会当真顺利。啊，特别是咱议员同仁过了这会期啊，敢做兵的已经吃馒头，剩一半，行下坡啊，大家加油！
多谢各位，祝福大家，多谢。来宾致辞。好，啊，咱请林馆长。啊，台湾主席、陈局长、林副局长，啊，咱各位议员女士、议员先生，啊，咱啊本府甲议会所有工作同仁，啊，在场各位女士先生，大家较早，啊，咱十八届第四次的定期大会伫今仔日开始开议，啊，将近要啊参审议审甲相关的议案啊，可能爱拜托啊全体议员这段时间啊，啊非常辛苦啊，坐伫车。来作为甲行政单位啊，甲国民一个对话，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过程。首先在，伫啊这个会议当中啊，有咱人事变动的部分啦。首先来甲贵会啊做一个报告。咱啊政风处啊，这个原来由国宾处长啊升任去环保署做政风室的主任，即嘛由廖长兴啊这个处长哦，是伫咱这个。啊，廉政署的检政专员调来咱啊，这个管政府啊来接受啊，咱啊这个由处长的职务啊，伊本身嘛研究所毕业吼啊，1962年出吼啊，所以啊，大家嘛希望贵会会当改变这个指导。另外，咱秘书处的处长啊吴志宏啊处长啊，因为咱办公室啦，原来必须去接啊这个电子公司啊这个基金会的。啊，这个执行长啊，所以即马请啊我啊这个处长啊啊调落来参与来接办公室的主任啊，即马新的秘书处处长由咱原来文化局副局长宋龙泉先生来担任，吼、哦，啊这我想贵会真侪议员甲啊过去的宋副局长啊非常的熟悉啊，伊本身啊有真侪这个专业啊，会当继续伫这个啊这个职务顶头来发挥所长。啊，这是人事的总开，甲各位做一个啊报告了吼。啊，至于他都啊啊开议议长啊有讲到真侪咱啊宜兰县应兴应杰啊，不管是啊这个现在甲未来，我想我会分别伫咱的市政报告啊，甲相关的啊这个课题顶头啊，来甲各位做一个回应吼。啊，同时咱伫定期大会都是希望透过这个过程啊，会当来对。啊，今年度也是过去的年度，县政府伫执行面也政策面啊，带有一个共同的探讨。啊，贵会拢来自无同款的选区，也、啊、有针对咱无同阶层的选民的期待啊。对行政单位啊，我想徛伫宜兰县政府，咱即嘛承担的责任嘛，是宜兰县内，不管是地方机关还是咱中央机关。拢是咱啊，所有政府爱为人民服务的代志，所以一寡应兴应杰的代志啊，咱拢会当啊，无分主题啊，无分这个内外，会当共同来鞭策啊，这个来进步啊。对至于讲啊，咱现主席啊，对啊，新年度啊，有一寡啊，这个计划啊，甲预算啊，咱需要贵会来审议啊，嘛希望，因为明年度最主要咱宜兰县要承办。啊，这个全国运动会，同时对着阶段性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的计划啊，基本上小弟也是呼应着为国民所提出来承诺，南文创北生意啊，咱对所有经验建设，不管交通、民生、社福等等啊，除了接受到即马新政府第5月20日上任以后有一寡新的政策，会当顺利接轨之外，啊，咱嘛即几个月分别啦，走从每一个部会啊，有一寡成果啊，啊，我分别啦，伫市政报告，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啊，伫相关的啊计划顶头啊，大家有看到，咱林全议长已经伫顶礼拜来甲宜兰的阳明大厦附属病院啊宣布，哦，伊已经正式啊要求行政院啊编立啊明年度以后会当予阳明大厦附属病院新计划医学中心的第二期计划。甲相关的医生啊，拢会当到位吼。啊，这是咱啊开不哩一长的时间啊，伫甲中央对话，甲相关的部门对话，有一个初步阶段的成果。所以对着交通也好，对着啊咱大家关心的啊长期照顾，啊甲
咱宜兰县上主要的这个交通的课题啊，我想咱拢有一挂阶段性的一个基础，会当伫这机会来个贵会啊，做一个探讨，买当透过议会这个啊新型电灯的这个平台啊，会当予咱国民来了了解。哦，我想这个都是咱伫这个机制顶头啊，互相分工，互相促进啊。啊，而且我嘛希望讲，政府全体主管爱利用这个机会，充分来甲啊贵会甲咱国民来对话，甚至有一挂咱家的执行面啊。讲了无够清楚，啊，大家无够了解的所在，我想咱拢会当一一透过这个过程来厘清啦吼。这是一个啊，开电机会、甲贵会伫运作的过程啊，会当互行政单位伫执行面会当得到更加清楚的这个啊内容，啊，较清楚的品质啦，会当互咱互相来做一个了解。当然，做无周到、做无到位的所在，咱拢继续爱。来和咱行政同仁啊，编切爱当来争取。我想这就是咱民主啊制度会当啊不断会当滚动前进，而且咧上主要，而且咧机制。吼、哦，所以我伫遮嘛再去伫国务会议嘛勉励全体主管，咱一定爱用这种的精神、甲基本的态度来甲做甲议会做一个基本的应对，啊甲互相的分工合作。伫遮嘛要感谢陈议长、林副议长。啊，所带领的管理会团队，甲陈秘书长所带领的咱议事的全体同仁啊，伫啊这段期间，不管是临时会，也是任何一个过程啊，拢会即时为了国民啊提出的意见啊，来向行政单位来做沟通啊。我无像你讲开记者会，也是提出质询，提出无同款的意见啊，就是对阮一种打击，迄一种沟通的过程。啊，我若做了无够，我会继续来检讨。啊嘛，敬祝贵会伫这个将近要两个月这个议程内底，啊，大家拢会当顺利圆满。啊，尤其是这个季节的变化，嘛要提醒咱各位议员先进，要注意啊身体保健，吼、哦，因为咱啊这个啊陈正南议员啊，目前还佫伫嘉禾病房，哦，还佫伫做身体的疗养，哦，咱即只嘛共同啊这个祝福伊啊，会当早日康复。哦，最后敬祝贵会啊、大会圆满成功，各位健康平安，谢谢大家，谢谢。好，好，多谢林馆长哈。好，咱下群节就继续来进行预备会议了哈。好，休息。李晨。我李晨给你照啊。
好，同仁，我们继续开会哈、哦。啊，现在我们来进行预备会议。主席啊，好，我再讲一下。迄落议程吼，报告就是再讲下就啦。要慢，要慢，要慢。好，你拄仔讲，叫我等下再讲，我等下来讲吼。啊，主席，啊，各位同仁哈，啊，各位媒体朋友哈，诶，主席啊，我感觉最近哈，伫流行蔡正元你讲的“博歹叫”，你知道？诈赌。我会记你伫定期大会的时阵，吼，伫去年定期大会好，煞好，包括龙虾这问题好，馆长亲身甲咱讲，所有的局处长也是各局室。哦，审查这个人民的这个所有案件的，那无早批，馆长要批，你会记无？我无早签的是馆长要签啦，你会记无？吼、哦，这一项。第二项，伫今年的五月份开始，这个房屋税扣了后，啊，咱就马上召集本席啊提案，吼、哦，本党团啊提案，正式向咱台湾提案。全县政府甲大部消无实，即话紧。曾经李钓你马清新，请副馆长，吼、哦，请秘书长，请税监处处长、农业处处长、地政局处长，共同的来讨论着这个税金的问题。结果呢，副馆长、秘书长拢甲咱答应讲无问题，因你在场，我嘛在场，真侪议员嘛在场，好滴贵民心。结果呢？结果是安那？好、哦，这一项。第二项，议长你非常不应该，议会推做议长，好、哦，你是议会大家长，但是呢，你所作所为，拢是为着你家己，为着你这档子处理代志。你曾经召阮各党团来向县政府邀请县政府过来遮。来做一个税金的报告，包括房屋税，包括地价税。结果有做无？罔无做。啊，恁的通过扣税金这个预算，嘛你主导通过。结果全政府嘲笑你，马外嘲笑你。但是呢，我昨昏看到新闻稿内底咧，新闻内底写的，陈文清议长咧，你召集记者会。我请问你啦，你所用的是不是议会的资产？所用的场所是不是议会的？是大家的咧。我是来自各选区的咧。你哪会使讲有啥问题向民进党团？大家听清，都有效果。啊，我出来议员是咧创啥？来，拍者，我来插我者。你讲你点点，你讲我讲。你点点嘛，你点点说，我点点。你点点，你点点，你讲了我讲者。我点讲了，我你靠讲起来，你讲。民进党团叫我去，请我去，我好意思无去嘛？你也毋捌甲叫的，你甲叫我谁来？啊！你咪叫我，你甲林冲人跋歹叫啦，恁两个咧跋歹叫啦。你搁咧讲个，对无？应该你是讲说啊，议会要多出多一组，吼，所有的议员接到这陈情案，我相信在场的吼，全数啦，一定接到人真济啦。我都接六七件啦，不管处理到怎个是安怎，迄一回事。你是不是新的议会大家长？你爱讲啊，我议会创一个专人，伫每一个所在，你袂使限制你民进党嘅议员啊？你有理吗？你敢有理？你是听有啊无啦？我听无。我来讲，民进党团人因有迄个记者会，人因有迄个讨论，啊叫我去，我敢好意思袂去吗？你捌甲我叫过？你甲我叫我谁来？无你等下甲我叫我谁来？你讲是啥物事？啊，读书时都安尼啊！你啊，点解我邀请你去请阿罗来？有无？有无？有啊！有啊！啊，结果先咯，啊，你老爸阿讲。有啊！啊，我拄阿嘛甲骂啊！你做嘛甲讲啊？我讲我们变音了啊！搁无讲？搁无讲？我这节奏形成都有问题啊！我讲啦，你甲执行都有问题啊！无歹叫啦！好嘛，你搁恁这当讲啦！啊啦，我讲啦，我讲啦！你当讲啦，伊听啊！伊听啊！我讲甲讲到啦吼，其实福山也无资格他讲啦吼。我咧讲啊，审查吼预算吼税入的部分吼，我甲黄定和议员吼，甲删除一亿五千几万啦吼。我一直自己做召集人，我一直即台诶
大会来讲，伊税入的是不义不公的税入啦吼，我无赞成啦。你毋是让你做主席，你一直讲以后来表决，我来讲即款就袂使表决啦。即要甲扣税金东西，税金扣这款袂使。第一，拢是啊，拆也袂用拆，拆厝尾顶，起屋甲袂用拆厝尾顶，社会拢有即个政府，税金嘛要扣，拆也要拆，法也要拆，强也要搁人强下。是临时去违章临时政府官会使，逐工打电话讲你爱拆厝哦，无拆厝哦，我会调查你抓哦，会用关哦。哪有这个政府？今日不管安那，我先来讲做民意代表，我无党个尔，我是安去我国民党。阮知影你无论去我国民进党啊，无党啊拢我民进党啊。你意思要过啊？我上感觉吼，我出去外口，即摆人骂个咧。我拢讲有乡都议员哦，民进党有气魄，有担当，伊气管就气管。你民进党有这款的哦，有这款的哦，议长啊，像他拄仔你只讲哦，讲遐久啊，会样啊，讲遐久啊。今日政府的政策出来就是爱调的，真见效嘞。你民进党过来开一个党团会，会使来申诉。安尼，民进党甲恁执政党的馆长啊，厉害哦。你怎么这个闹鬼的哦？社会闹这款的政党，所以讲我是感觉吼，咱哦，真正政府的错误，袂使一意孤行落过啦。今日讲一简单，讲刷，好、哦，你民进党个你看，搁升那个什么专线的，升副专线，啊，过来用议会，再来议会，啊，阮唔是议员的哦，啊，你民进党会使这样接无？你党团袂使对遐占嘛，袂使用公费嘛，对，会使安尼做。我来用党团的办公室电话互人敲，你坐坐，我讲一下嘛。你做主席，你顶头就讲遐久啊。党团办公室的电话，伊党团要甲人服务，安尼有啥物袂使吗？来，请坐。啊，你安尼意思是讲，恁是安怎过啦？我问你，议长你是安怎过？一直要表决。好，来，我讲你啊。你是安怎表决？伊说你是。我讲几点啊？以前那是一个规定啊，你好不？你做主席主持公义，无你讲啊，别人会使讲几分钟久啊？就是恁拢知啊嘛？对，会使讲几分钟久啊？我是尴尬啦吼，真正吼，搁开会也无意思啊啦。你搁开会敢无意思？当甲当落休困嘛，无声的抗议嘛。啊，即卖讲政府的税金出来啊，啊讲会使搁申付啊，啊哪有这个政府？你啊，规定好，敢若我刚才讲一句话啦，我若做议员啦，讲管政府透一行断水断电啦，断水断电一间就好啊。哦，遐业者拢我啦，来拜托议员啦，拜托管政府哦，这业者啊，啊，前无偌久，搁甲两间卡拉 OK 断水断电啦，啊，你啊，毋是搁有负电，伊敢毋改善？无改善啊。哦，遐卡拉 OK 甲来开会哦，即款的政府反反复复，啊，对百姓咩啦？得到民心啦！我讲你做议长，你要提出魄力，袂使甲只民进党搁只斗。啊，你啊，这报纸你有看啊？对不？你有看啊？有你啊，无你就卖讲话。你讲话表示甲民进党搞做伙啊！啊，你主席都无讲道啊？对不？啊，我即卖是，嫌伊啊，我是无党的啊。你即卖百姓提来，新妇讲，这件较少钱的，你民进党讲有啦，啊，我这讲无啊，啊，要安怎做？会使安尼做，会使安尼做，我就感觉吼，爱凭良心啦，做民来不公不义的钱吼，莫入来啦，吼，我以上报告啦。我嘛伫电视收租啦，哦，主持人也问你这边啦，啊，阮两个就甲删掉啦，啊，删掉来甲咱台湾就甲恁好言相劝啦，讲这吼莫有通过，啊，你做主席，你就讲一定爱做爱标杆。啊！他表决到哪来啦？这款的干哪啥嘞？干哪这社会事件同款，你知不知？民众徛伫遐，互人拍一个。啊！即马你民进党在叫救护车，要甲送去病院，啊！来电话卡来服务员，啊！你是成什么体统？执政嘛是民进党的啦，议会多数嘛民进党的啦。照你讲是啊，一条边做搞变成做服务啦。啊！反倒转来，佫唔是安尼嘞，对不？安尼就是你搬歹脚啊！啊！本来你搬歪脚。啊，连咱这个吼，义正义然嘛，立马就保判掉了。
为什么？所有的议员拢来自于咱选出来宜兰县县议员俩。后议长你敢分分客北的县议员，啊，甲分客南的县议员？客北的县议员，啊，就甲你分一张。啊，客南的县议员，啊，就甲分一张。无咱议会错的。啊，无意思叫阮客北的县议员，客南我袂使去服务啊。啊，大家拢唔捌，你这两张拢爱分才对啊。啊，过来。你讲一国两制，不但两制，一国三制。阮遮有分客南、客北的，的县议员，这个一个。第二个，后壁这三个，两边拢有，三个议员两边拢有，这个第二个。啊，过来，议长、副议长，你客南、客北嘛拢有，啊，三个版本。你呾到底是要搞阮宜兰县议会分化到什么程度？而且。外口都定来甲咱讲，咱开会无来开会，这都真惨嘛！啊，你宜兰县议会，这张阁啊翕落去，拄拄剩张建仁甲林雪梅两个伫遐开会尔，啊，这拢空空，啊，你翕来这拢空空，你是要甲大家知讲咱拢开会无来哦？我逐摆拢有来啦，你安尼拄拄好空空空，你是要啦？甲县政府讲讲啊，伊拢有够，咱议会无够哦？你做议长会当绕开咱县宜兰县议会吗？这张啦，证据确凿啦，啊，空荡荡啦，安尼你开会开什么开会？你来看，今日来这济，你不要即马翕翕照相哟。你即马我回应一下，我来解释一下。恁大家嘛，来，我先问一下，阮即马是宜兰县议员，还是客北客南县议员？我即马甲你讲一下嘛，你无我讲一下哦。你讲也有理啦，吼，你来认为讲安尼来讲，就是要增加版面啦，吼。啊，伊算是考虑到安尼版面拄拄好嘛，吼。是安尼啦，啊，你若就是讲拢爱有吼，啊，嘛有人恁袂讲做，啊，议会本来就爱做遮讲话啊，问做爱做啊，啊，你搁出来要创啊，吼，无要紧，大家就是讲出这是好的，吼，大家是支持的，啊，你若就是讲版面爱拢有，咱后边来改进啦，吼，这点较歹势啦，是因为爱版面啦，安尼啦，你来看吼，你两张的版面吼，头一边重复，啊，关注民的报告啦，后边嘛重复咧，关注民伊是专管性的，特别是从迄个平地原住民啦，伊是专管性的啦。哎，二弟话你讲啊，这是唔对啦。伊个选民，讲伊话不是讲伊个选区啦，伊个，你听好啦。二弟话你安尼讲都唔对啦。伊个选民，伊个选区啦。哎，我讲我咧选区，我嘛是伊咱选议员俩，我唔是客巴都话你讲，你讲专管性个。哎，二弟你讲啊，都对话咧。啊，国语啊，就是讲来发行最好，后边再来监督。像我咧讲啊，既然大家都安尼讲，要讲吼，一人三分钟啦吼，我要讲一人三分钟啦，一人三分钟啦吼，一人三分钟啦吼，哦，二弟话。权力问题啦，你即马到底是要所有议员拢发表意见，还是要安怎做？啊，讲好清楚啊！啊，无你到底是要，还是要进入我们的开幕典礼会了？就是咱的预备会议。啊，讲好清楚啊！啊，你安尼，喂，较大声，徛起来讲就会使讲。啊，剩咧举手举一步嘛，袂使讲。啊，你来讲好啊！我是要用什么方式来讲？即马开始来，我是要用抽签啊来讲，还是要安怎做？从三分钟变安那开始？哦，对吧？啊，讲好啊，是要预备会创耍了，规个来讲这個，哦，对不？啊，你唔知道，无你即摆讲讲，你等你预备会是要留下波。好来，请大会主席进入预备会议。好，好，我多谢了哈，我们来进行预备会议了哈，来，这样，多谢、哦。预备会啊、哦，程序委员会报告议事日程表。本届第四次大会议事日程表已经程序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定通过。本次大会的会期自今天11月1日起至11月30日止，会期30天。编排情形如下：今天上午的议程为预备会议及第一次会议，下午为县长施政总报告，明后天11月23日。两日的上午，我们排定为地方建设考察活动。这两日的下午及至11月4日起，一共有11天的时间是过几次的业务报告议程。那18日起有4天是县长施政总执行。24日上午是县长及财职就本县106年度总预算及副使单位预算的编制报告及一读会。接着是法规审查委员会及法规二三读会，各为1天及1.5天。
分值审查预算是1.5天，预算的二三读会是0.5天。那详细编排的内容，敬请参阅放置于各位议员席位上的审定报告书。以上报告，谢谢。好，预告好，陈议员。啊，感谢大会主席啊、哦。啊，本席伫遮哦，要要求一个专案报告哦，伫议会的头前哦。106年，我们全国运动会定于我们中华民国啊1806年10月2日，甲10月26日哦，拢总有6天哦。啊，伫宜兰县所举办，距离哦，甲即马无剩一年的时间哦。目前他们的竞赛的软硬体的设施哦，以及各项赛事的筹备工作进度，唔知安那拢无了解吼。啊，伫进前，伫咱都当个体育馆个棒球场有举办一个职棒个赛事哦，结果发生的跳电，林聪杰县长也出面道歉了。啊，全国的媒体也大幅度的报道哦。我们宜兰县实在讲哦，实在真更小哦。啊，至于我们宜兰县议会，既监督的职责有必要了解，所以本席要求县府要来做一个向议会做一个专题的报告哈、哦、啊，在这边也请大会啊列入记录哦。再者就是这是全国性的事情哦，虽然是我们教育处主办，但是先要续名哦，管定起楼柱哦，要他自己来做、哦。以上。好，吴议员，看见了。同样一个专案哦，那个因为明年的十月是办这个全国中小运动会，全国的运动，因为会影响到学生的权益，所以教育处一定是把这个课程提早在8月份提早开学，然后那个时段就放假，但是都在我们宜兰的天气在8月份的时阵，还阁不哩太热。啊，所以那个有一些家长建议把这个假期放到寒假，所以赶寒假卡等一数啊，啊，暑假赶快了呢，啊，所以本席在那边建议，在做专题报告的时候，针对这个放假的情况，我们再来做研议，谢谢。好好，钱理长，等等，好不要。我知道咱这边是应该是讲，我对日程表，恁爸的无意见啦吼，我这是先提，我主要是讲。要甲你报告是讲，你咧闭目点泪时啊，吼，闭目点眠。啊，我迄阵拄到真了紧，咱拄风台真大，啊，风台真大，台风真大时，百姓电也无，第四台也无，真了紧。咱拄伫开会，咱要邀请馆长来遮报告尔，对不对？我主持来，啊，我了经过大会，大家拢通过，咱就要去遐邀请馆长。结果馆长无来，吼、哦、对不对？伊唔来嘛，啊伊唔来时，你都过都过，你莫阁甲说啊！你闭目得咧，你特殊讲，哎，张建宁议员叫我邀请馆长无来，啊你无来是讲，这原因来创好？咱大会通过是议员关机是议长单文枪啦，唔是我张建宁啦，大会通过，这你应该爱直接。去个接话，爱用公司，爱用人，这你啊去电脑有搞得到？你讲上简单，讲叫一个桂枝丸 B C 尔，啊伊电脑有靠管理无？伊无啦。啊你安尼做，一定我感觉你这吼，哎、我就真可怜啦，无调。啊你搁甲要经体这，这是咱宜兰县议会大会通过，议长单文枪，馆长买来，上个介绍。是你较见笑咧，啊！你靠我这里，我还没经理，哦，你经理，然后你经理去啊。我讲都联盟甲讲买个名，啊，那我拢无要紧。你如果农民要买个名，无来讲。讲都联盟咧做议员咧，爱提咱个报告思维资料去哦。讲都联盟，咱个同仁到底嘛伫做啥？我想无啊。但是讲都联盟啊，要求就去，啊，再要求咧，较创个官名咧，较官名。啊，像林志宏啊，捌来啊，捌讲话啊，伊有名，啊，伊就创这入去啊，对，啊，巴结上这是黄世超议员噶，我知道，我酒店那里讲，对不对？啊，这样上好道理，啊，当然无要紧啦，你若加讲两句啊好话，啊，你这院长，
啊，搁创恁的自由时报，恁的民进党的党部安尼甲咪修理？哈、啊，我甲你，我甲你搁翕所有，搁甲咪经理一遍。啊，议长无条件考虑，你到底要叫我安那？你讲，要叫我安那？啊，我请问啦，王金平他无条件，你顶晚讲话哦？啊，都树立都树立，等我你来遮试看啦。你是心情是怎款？啊，你莫甲我讲两句啊好，啊，这老议长吼，啊，这都。是无条替我赢来就成功啊！我讲啊！啊！你先送个过去办来创，我甲提醒你去报啦。今日来报煞嘞，你希望有够？你来换你来写一家情况啦。等两年啦，你拄仔讲啦，遐摆无拢袂久啦，送一家久也毋知影啦。我讲你这吼爱为议会，搁一点，我伫做议长时，黄树群议员，洪茂威洪洪咱项目议员哈，我项目议员，加提基站建设啦，最少200万，拢有哈。我项目议员较少去永和庙，迄人拢唔开啦，迄庙全世界提50万出来，甲我讲煞过过去啊。啊，所以咱个议员为着要基站建设，要创一个代志，甲你借，啊，你好意甲签来咧，欸还阁写一张单互你订，是后摆他选你着，啊不你问订不错，啊，黄少钦议员、吴议员我都唔捌，200万你甲问看，我有去人订啊无？后届吼，你真稳啦，你免惊，稳你阁做，但是有些人较可怜，同意啊，你爱做事爱公平啦，无选我拢害，啊无阁人摕手机对啦，啊阁摕一条第三地，啊阁后摆阁选互你。这样真可怜啦！我拜托你啦，拜副议长吼，来我黄树超主席啦，哦，这恁感动，这我拜托你啦，吼、哦。啊，过来，这个公都联盟也好，以上建设也好，这应该你做馆长啊，你做议长啊，爱讲稍微考一下，哦，这你唔好讲无讲考一下，啊，大概就讲啊，我这都要选到你安尼下来，啊，最后就是一条都要讲了。你这个叫讲，民进党也好，但是党要去申诉，咱卖像发生讲个偏见啦。反正你就要出一个来讲偏见，啊，你莫想看，会通啊？未通？你从哪里会通？未通？你即马是执政党，县长来民进党，议长来民进党，你手提18票第三地，这个税金硬去个100%，有天良啊无？啊，我头是讲你要挖完的，哇！地干亏，你有讲无咯？害你真惨。哎、欸，啊，结果你搁改投啊？投票你问我哪是阮输啊？对不对？应该你即马是18届议员管议会议长，哈、哦，你也较挑战一丝啊。对咱的同仁，拢是那包括我，我虽然是袂当得你，但是那是我家要算成是袂来得你啊。啊！你讲赢起了，你18届，你是议长啊！好、哦，啊你莫过安尼共分，好、哦、啊！这届爱共服务就好。啊，尤其我做了，家己心内是痛苦啦。啊，我若要拜托副议长，若要拜托你，我你两个讲吼、哦，咱基层建设30000块尔咧，来代表了无30000块，啊，这敢有道理？啊，这30000块还佫过 B C 过几万批？那不是恁这党诶，咩？那无民进党诶，讲这袂打袂使，打袂使哩。啊，恁党就是啥哩？我请问啦，你做18届议长啦，啊，我叫做议员。啊，你甲想看一个议员大刀大利来甲摕30000块，啊，佮安尼像我即款诶情形咁好，你身为18届议长甲副议长啊，啊，咱林其山副议长啊，啊去甲争取，那么求人较惨。啊，然后你个18票，你有18嘛？我讲过一票给你，19票。啊，你个讲，无大家基层建设一笔钱都卖用，拢个抬头，你哪卖用，我哪卖用？啊，唔个对。啊，你要我问你，啊，所以你这议员这可能摕30000块，你个想看？啊，佫过几万必须批，啊，社会安尼咁好，啊你做议员咁做得真好。爱帮帮好啦，袂使讲我啊，你好啊，阮遮拢打拍屁打屁屁啊，也无半项啊。这是咧基层建设，
甲搭你甲副议长都袂当甲阮来完成，安尼我看讲你应该这机会啊，爱好好啊，因为民进党的县长、民进党的议长，这你要去创好，唔好讲分三万，创啊一个三万，我全别个欠，哈难你我归去家己提，社会有人安尼，最少来讲啊五万啊十万啊还吼，啊诶劳动顶依然起。代表也无能够提三万尔，我想这点啊，你会当敢争取，啊，那个最后都要水满头啦，吼，啊，你要好好做啦，吼，啊，阮你搁他做拜托，吼，啊，听下敢看一下，啊，听下，吼，你啦，吼，迄个专案讨论的部分就来确定啦，我来摆啦，好不好？好，啊，二六所指导多谢啦，我诶，安怎讲，感同身受啦。好啊啊！我刚才来回复啦，公道话我讲公道话啦吼，但是我讲一下，一句啦。这公道嘛，你爱讲啦。你是一言九鼎的人，啊，基本的尊重先我拢有讲啦吼，讲实在啦吼。啊，上面不是我注意的。我刚才讲。啊，第一事代，第一事代就无合理，我做了嘛个咩啊吼。啊啊，收据那个代志无影啦，有什么收据？我真正唔知有什么收据啦。搞什么？我是签基建，我是安，我个人也是讲财政困难，关注财政困难啦吼。卖讲，我做安尼讲，安尼讲，讲，哦，上来咱就甲签一挂，啊，无迄落，咱就无签，安尼也无好。你，吼，啊，我你安尼做方落雨也无好，所以我特别较，这种我是较主张讲，大家较公平，安尼较好啦。哦，就以上甲议长来报告啦，吼。啊，是毋是议定的部分就安尼来决定啦，好不？啊，剩的，哈？这都议定的。好啦，好啦，等好啊，你讲哦，你先讲，你先讲一下。这个是啊，专案小组。不，专案报告是因为局长有讲，大家拢唔敢提，敢一个尔吼。我讲几件吼，大家参考啦吼。大家看有共识无吼？阮大家公房 OT 案，希望讲个清楚。即摆是有收尾啊，但上头到尾就是乱。安那入来，安那出来，有人爱负责无？遮尔乱的一个案，到目前拢无交代吼。当然，工商旅游处吼，所以我要求这个案一定要讲个清楚，以后做一个模式。OT 案到底要哪行？中间有人爱负责无？好，这个案征求大家的同意了哈。过来，咱有一个能源公司这一次的预算嘛，伫内底到底要做啥？咱即摆有管定，我听讲伊的发言是针对讲现在在发生的有政治性的、急迫性的。那我要提的就是讲，能源公司咱要成立，咱敢那针对三乡的地热开发，拄啊议长嘛有讲，好，第一件嘛是咱未来的趋势。那立泽检这个案，我们也是希望县长提出专案报告，到底伊的立场是啥物款？管务的立场是啥物款？甚至某过去的高层人高教授讲，要来拜访咱的馆长，好，我伫文章看，伊跟我无熟交吼，看不到人。还有那个李建木李博士，他甚至讲宜兰科学园区就是最好的地热，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将来马上分享我咱这个议员知影吼。这也呼应议长都要跟我，地热是个趋势，袂使县内发生这些事情，县府县长不闻不问，好，这拢地单管了，袂使个针对成立能源公司，把能源局的经费拿过来，只针对那三乡清水的地热，因为现在就有在发生嘛，吼，立泽检的部分，过来就是讲，我要讲，这个一个真重案，就是市地中休闲度假区的那个所谓预算的问题嘛，公办预算的问题。我有甲相当的同仁报告过，照讲这前一期都已经有提出来讲啊。那当初的县长，也就是林县长，针对这个案两年前哦，他针对这个所谓公办的预算的提出，并没有表达要维护的立场，也就是所谓的复议嘛。你即摆阮即改过提出来，法治层面丢唔丢？我们希望他报告清楚，好、哦、报告清楚，因为这个有什么问题？两年前讲，甲即摆拢赶快，也就是说这中间有国撇的问题哦。哦，你两年前你讲公办，议员已经怪伊啊，那你也没有提出复议啊，表示你认同我们上一届议会学长的决议。你怎么提来阮家来算？阮这届的人，我们没有要义务要承担？各位，你搁想看卖？咱今仔一地价税主张甲反对，我相信真侪议员拢接到电话甲关心。那如果再这玩下去，这一届我们势必会为这个案能够陷入其中。咱议员赶快主张反对都会被问，所以我希望管定的立场来讲我清楚。啊，这我冇。我相信议长你要会记哩啊！咱伫小组会议时，宜兰新处长你给问讲，公办的书班，伊讲签过啊，是书班啊，是安那一个礼拜又变公办。我讲这决策过程反反复复，请林宗贤县长
针对这个事情讲清楚，法治层面。那将来如果人主张国赔的时候，他怎么办？是不是我无认为讲这两年赛底下杀出来，两年前提出怎么样？不否认，未使安那做就未使安那做，这是一个一致性吼。过来决赛管理，即卖嘛出问题。阮李代同李代表边啊一个决赛，内底无问题何谓？咱即卖决赛感觉好像有管理，其实上是球员兼裁判。什么叫养鸡协会？把这决赛拢擅自各地，伊即卖安那用你知？伊即卖这决赛到底有收成无收成？乱坑，结果你这个主场的事无在处理，嘛无问题何谓？建物都不好，我们希望这个部分是不是业管这个部分层级拉低，业管的部分针对提供给资料给我们，无你话代表嘛去抗议嘛不好啊，啊抗议遐也无门牌号码啊，啊安尼管理我感觉唔是一个环保立观的一个做法，这几个提案和大家参考啦，就是请县长好好的讲清楚，他只要讲清楚，我相信议员都会支持。好，林立选。李亮，各位同仁好，大家好早。我想要借迄个我两个议题啦，第一个议题是迄、那个，他都话陈昌忠议员所讲，即个请馆长吼，在每年全答应之前吼，来做一个专案报告。我记者我是认为讲，假使因为外面即个吼，嘛是阁有去谣传讲，咱馆长吼拄头是真拍命，但是后壁即个认真了，即一两单吼做这代志吼，里里落落啊，啊真侪政策拢是错误，所以呢，记者分析吼。要求一个附带条件，假使林聪文馆长也无想讲吼，伊也认为讲伊也是讲有咧决心要阁留议员，吼，的时阵伊阁来专人报告一条这个全答应。伊也讲在这全答应之前，每年十月全中运吼，每年十月之前，伊也讲认为讲伊可能会走去中央，你又叫伊免来啊，无需要来啊，你阁无兴趣议员嘛，啊你何必落安呢？你也无专心、无认真、无想要讲要为人。无想讲要为着伊人拍拼，你无需要来报告这个运动会这个代志啊。好，这是第一个，这个附带条件麻烦你把它列入会议记录。第二是讲，咱宜兰市这个市地重划、这个铁路移动这个问题吼，这个进度吼，因为承包商这个问题已经严重落后。我想请咱的林崇文馆长来报告吼，要怎维持这所有的地主、所有这人民这个权益问题。请伊来专案报告，啊，这个专案报告吼，由我甲张建荣吼，啊，佮咱个林秀明，阮三个议员来共同提案。你讲迄个吼，你安尼大家拢讲无清楚了。馆长嘛讲，伊下昼这个行政报告是准备讲出来。我是讲，列出一个专案啦，针对地壳水、房屋水这个，佮讲一遍就清楚去。因为我甲你讲坦白啦，你应该你嘛真清楚，咱嘛拢有发觉到啦。县政府即马两三派人伫遐斗争啦，一派讲副县长即派就讲照法来行啦，一派讲就是专门爱扣啦。哦，今仔个三清早，应该你也真清楚，你也比较较清楚啦。请县长咧，哦，即落会期换了互恁排嘛，哦，甲陈汉忠拄个议员讲个同款来排，我排即个税金的问题啦，一概讲互清楚。无咱那个叫来几啊遍，已经讲几啊遍过啊。副县长嘛敢答应，市长嘛敢答应。馆长嘛敢答应，私底下人底下讲，结果出来嘛照常甲你扣，伊要撤销你啊！请他说清楚、讲明白，啊，这个列入一个专案报告，吼、哦！啊，这馆长爱亲身爱来哦，本席的主张是馆长亲身爱来哦。好，吴秋林委员，吴秋林啊，你再去打点哈。嗯、啊，谢谢主席哈，各位同仁。本席哦，叫有几个提案，要麻烦咱王建伟来做专题报告哈。第一就是咱的进前，我有提案讲电线地下化的这个状况，本来好像听说有一点希望，后来好像我听讲东中全面没有了，请咱的迄个管建伟来做这个方面的一个专题报告。啊，第二就是咱这么十二年国教啊，因为很多的同学生，他除了他的这一个考试的这个基测分数以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加分的机制。那邀请教育处一边来做这样这个解释，在这一个加分机制里面，我们有一些的不足的部分，还有家长质疑的部分呢，来做说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到这一个，那现在很在推的就是我们的文创的这个产业，管教嘛一直说我们有什么南文创啊，北生意啊什么东西的，但是在宜兰的文创的工作者，他是本地呢，还是外来的，还是由我们自己县政府里面自己出来组公司
来办的，这一个希望县政府也是说明白。再来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知道，前阵子在礁溪国中的这个体育教练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体育专职教练，在各乡镇各个学校里面也是有这样的体育专职的教练。那这也是跟这一个我们的同学他们的多元教育发展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本席在这边要提出说，对于这个体育专职教练他的设立他的编制，我们做了多少的努力，也请教育处再做来做说明。那最后一项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残障的辅具的申补助办法，以前用的是我只要交差额，然后由厂商去向这一个县政府的社会处请请哎钱都会落来。今麦不是，今麦我买一个轮椅要10000块，我先交10000块，我再去申请，我嘛就唔得，这嘛无钱的人，伊那我都是交这10000块，所以。我希望社会处能够说明我们怎么样来帮忙解决这个办法，也就是说我们的残障的辅具的一个补助办法如何来改善。谢谢。好，有想到有愿，好了好了，到你了。主席，主席啊，我的提案就是讲有关那个完善遗址公园哦，博物馆，啊，这已经进行8年啊。到目前为止哦，没有进度了，哦。啊，上一次定期大会时，我就提出讲，到底要做唔做，要有一个明确的交代，哈、哦。啊，是讲要转型，因为即摆全国已经有40几位的这个款的讲历史的这个遗址的，赶快溜出来出土的拢赶快的物件哦。所以我这将来若果做博物馆是变文主馆，这大家拢清楚哈、哦。但是已经土地也租落去啊，已经租几啊年啊，吼。到底要何去何从哦？我想借这个机会哦，和县政府甲咱啊议会来对话吼，来做一看是要哪转型，来做一个定案啦。好，张明华，张议员。主席议长，阿伯你别惊，我听个挂上悬，拢发顶头，敢若袂讲啊？啊，牙骨也变啊，拢袂长完啊咧。大家拢牙啦，嘛咧啦。迄个，我都呼吁迄个，都要提点呼吁，当落选这个地基水部分吼。因为我希望讲，包括讲，迄个当请个啊税务局长哦，说明清楚，到底这50000万的东西，咱就是通过预算，不是通过征收哦。有行政天数，伊讲法咱无通过预算，这样东西，这也甲咱讲清楚。无咱遮议员哦，包括民进党甲无党遮哦，颠倒变成被讲叫挂上这种恶名了，这不正当的。因为咱当初是为着通过这个预算，我通过着中央补助13.5亿这個问题，并不是通过征收，在这个部分哦。现实上无通过这预算，伊交换成赶快叫行政庭征收这啊，请局长来讲清楚，无大家拢背上这种恶名不行的。第二点是讲，拄下咱李先生讲就提到啊，立人公司的问题哦。我了解到咱啊，立人公司以外，咱搁一个立人自治条例哦，好像也走了一半没有走完，这个部分是变通哦，提下来东西说明一下呢。以上。前一言哦，有滴讲迄个啊，四地重划吼，就是运动公园对面迄个啦吼。啊，迄个嘛，港观外嘛列入提案人之一啦吼。啊，但是还佫加上倒下咧，加上阳明医院对面迄个重划哦，两个四地重划做一摆来讲，安尼并案哦，两地。对啊，你前一言是讲运动公园对面迄地，啊，我即马是来讲。阳明院对面一地，按两地甲夹起来并案，迄拢是四地重划吼，即第一个专案吼。那第二个就是拄啊吴秋林议员有讲吼，暑假会有影响到学生的问题吼。啊，我嘛列为共同提案人哦，佫加一条，加一条啥呢？国语文竞赛哦，那过去拢唔是伫暑假，啊100-5年共伫暑假，造成真大的困扰吼。啊，即个一并入来做说明哦，专案说明哦。是毋是讲以后有要阁继续，还是无爱继续吼？啊，那第三个啊，就是这个南梁戏剧团的经费问题吼。啊，咱伫100+年有300万啦吼。啊，即马就是讲，即马新的局长到底要甲南梁戏剧团
怎么样的去转型？那转型的过程这几年来讲有什么款的成果？未来伊要安那什么看法？因为新的局长有新的看法吼，啊，这个来做一个啊专栏的一个报告吼，啊，搁一个专栏，就是讲即马立博，啊，我嘛真感谢咱所有的议员吼，啊，推选我去做立博的董事啦吼，啊，既然立博吼，我再去嘛，甲工商旅游处陈处长甲请教吼，蒂布拉克要搬过生态绿洲，生态绿洲啊，既然当时唔知呀，啊，这嘛真奇怪吼，哦，当时唔知呀。啊，所以讲要安那搬去，这嘛是四肢体大了哈。啊，是不是这里来做一个专案报告哈？以上。好，谭尊禄谭议员。哎，一定。等你啦，不用等你啦。我聊偌久啊，讲安尼是怎样啊？我来讲啦，你哪安尼？对啊，要我先讲啊。就系上主席。会使咧无？我遐久啊，你安尼，我用议长啊，你嘛真无公平，讲事实咧。咱有话讲几啊遍。啊，有诶要举，像阮俊武也要讲，啊，我伫后壁我都举几下遍啊，你着互伊俊武也先讲。抗议哦，抗议哦，迄个啥？我讲会使无？会啦吼。无啦，啊，议长讲才有准算啦。你迄个地价税的问题哦，我是感觉地价税征收哦，房屋税、地价税，还佫有啥物？我们经常在征收什么啦？各港发什么？位于土地法什么第59条嘛发。哦，违章建筑嘛发，我看扣有够侪税金啦吼、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像地价税跟房屋税，你们涨价的问题啦。当然，当初议会有真侪议员表示要征收地价税，哦，这有经过表决嘛？你就对无？有啦吼、哦，有经过表决啦吼、哦，所以讲，所以地价税征收当然是议会敢有通过，但是。你即摆发出来单吼，我是感觉讲，我们老百姓啊，薪水啥拢也无加。你既然准备来个房屋税都扣都煞，地价税要过来个加，是依据什么法条啊？生活大家拢吃得艰苦，所以我认为哦，我是感觉讲地价税的问题，我呼应我们那个陈如山议员，应该我们县政府啊做一个专案报告了，哦，希望列入记录，地价税。征收地价税，要做叫这个县政府做一个地价税征收的一个专案报告。好、哦，大家过来，过一个迄个漂流木的问题啦。漂流木每一年啦，风台山拢是为了漂流木吼，安、哦、尼大家安尼讲价安尼讲袂了。那我不晓得啊，我们漂流木起码是环保局咧处理，还是农业处理咧处理的？好、哦，希望。漂流木这个代志啊，去年嘛做专案报告，啊，那今年大哥嫌一直做专案报告没什么意思了。我相信管政府啊，最近听讲哦，有陆陆在开会漂流木怎么样的处理的办法。我拜托哦，咱有开会过的结果啊，会当甲分析啊，做一个报告无？吼、哦，以上。好。好议长，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哦。啊，针对拄则讲的这个地价税这个吼，啊，我是讲要补充一下，讲是不是会当请这个专案报告的过程内底吼，咱县政府这边会当甲当初伫制定要扣税的过程是安那去制定的，这个过程讲好清楚吼，卖吼即摆坊间拢讲什么，这个地价税是伫议会遮议员同意讲县政府要来扣这个地价税，啊，咱无必要去。派这个不明不白的这个无熟悉的完整了吼，啊，所以请拄啊咱拄啊吴议员讲的，讲这个地价税伫进前咱议会有同意讲要扣这个税，其实事实上各位同仁，您讲有去经过这个表决的过程，讲县政府送这个议案入来，讲要扣地价税，根本都无嘛，啊，无的物件为什么咱来去派这个责任？所以请县政府。这部分一定要讲好清楚哦。伊这个制定，因税管处甲县政府这边安那去协调好，要扣这个税，甲咱议会这边无直接的关系。咱只是伫伊迄个要配合款的预算的时阵，伊这两条个白做伙同齐送入来，并不是讲这个地价税是县议会同意县政府要扣地价税，请县政府一定要讲好清楚。过来，搁一点就是，我要提案就是讲，这个同安公园的部分，
拄则议长你嘛有讲到，就是讲，即个希望讲伊会当用即个永续迄个经营的方式来拍拼吼。啊，我嘛认同，我希望讲，咱伫即届的会期内底，嘛请县政府针对即个宜山未来要做同安公园的部分来做一个专案报告。伫伊即摆年底开始要设计，甲未来伊整体规划。啊，会当甲咱所有议员来做一个报告，吼，所有的民众拢知影讲未来同安公园的走向是安那。以上。好，陈宏基陈议员。感谢吼，议长。像啊，拄啊，咱陈俊宇一直伫讲同安公园这个啦吼，因为真侪人就是讲刷来刷去，选址地点是伫银山无唔对啦吼。啊，现在是地点是确定的，到底未来要安那走哪个方向？我一并啊，拄啊，我共同提案啦吼。过来就是讲同安街拄啊。咱二舅你讲啊，就是历史以来吼，当十几年啊，要二十年啊嘛。大概咱办办着物啊，拆拆刷拢无，我感觉这是政府的一种是浪费啦。我相信讲二舅你嘛看到这啦。我每次在反映，结果呢，咱管政府拢是我行我素啦。啊，这个就是讲历年来吼，要安尼咱逐年的下降嘛。啊，咱咧开这钱，那不是办法咧？是不是再怎么去研议，有什么办法？啊，是同安这要固定要去？好、哦、啊，因为马上就到了明年度，明年度同安这边个转，五号都得改进无？哦，这里一并来专案报告。过度啊，黄建龙的议员的讲的，就是讲漂流木的问题哈、哦。漂流木依诈在清水公园有一笔见大笔，啊，过来就是迄个布拉克遐某一笔的漂流木，过来就是讲咱的弃土场遐某一挂漂流木，遐大堆啊，今麦遐漂流木拢总走去到遐去呢？现在珍贵的木材是到烧地到位去，我们一半、哦、提出来报告，哦，那个漂流木这个问题，依在遐查拢地到位去呢。好、哦，议长。吴王毛吴院。议长啊，各位同仁哈、哦，我有两个这个专案，希望说县政府来办两个专案报告。第一个就是咱的交通问题，咱雪水主通车个单，即卖咧交通忙起来，施工非常的拥挤的吼，咱太加太干咧。你讲宜宿线的匝道，伫民国107年会完成，但是这段期间还是蛮长的，还阁足久的吼。咱的交通网讲正经的啦，吼，拢定定拢塞伫台九线要上咱头城交流道这个所在，所以宜宿线起来是解决一部分尔，同款雪水照常会塞车。所以呢，我希望说我们的。啊，需要个替代道路，上重要就是啥？咱的 G5 公路都已经伫基隆甲福林的 G5 公路已经拓宽完成。啊，咱上需要就是讲，希望讲伫长泰孔寮的长泰那个地方呢，直接吼、哦、开一条到咱的大溪汉子寮，这是上快速、上捷径的方式来替代整个雪水的塞车上好的迄路。但是呢，这个案呢，甲单呢，还是没有很明确的啊，能够让我们宜兰县。啊，来主导，我希望讲透过咱管务呢，会来甲这个案呢，会当真了解，甲咱议会做报告。这个案是可能性，还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来做、哦、完成？安尼呢是上重要。啊，无呢，咱讲正经的啦，你这咱的匝道，咱期待讲啊，宜宿线的匝道起就真好啊。但是讲正经的啦，咱的政府拢办了好几十批啦。我会记得我伫做代表会主席，这个啊，伫八十几年的时，当时就去要求讲，宜宿线来砸到阿弟阿去哩。伊讲来讲，你们宜兰没有发展那么快，不必要了。你看，一个甲咱拖拖十几年，即嘛十几年了，再要甲咱做，无怪咱宜兰伫塞，伫塞车，未通车，车未顺，就是安尼。我希望讲，这个案呢，我希望讲替代道路，那个咱即嘛宜宿线来紧做，但是咱的替代道路蛮赶紧。过来，咱的主线电路嘛无法度啊，嘛未要甲咱定啊，所以我希望讲这会当较紧做的替代道路要赶快来开辟，要赶快来执行。我嘛希望讲管政极力来争取，赶快来迄落做，赶做一个专栏报告。吼、哦，第二个就是讲有关于植安湿地的问题，植安湿地呢，现在农委会又要重新呢，咱管政行政公被给撤销，但还是说要到我们宜兰县政府来办一个说明会，希望说湿地赶快要来做。我是希望讲，管政府一定要有决心，湿地既然要撤销，哦，自然湿地都一定要给撤掉。我希望讲，啊，表示管监者的立场，地方的民意，地方的所有的啊，咱的地主拢强烈的反对。哦，生态自然平衡是最重要，不是讲干那讲保护干那几项，啊，出呢后摆只本来原有的产业，拢无法度生存，安尼嘛是袂使啊。所以我希望讲，这嘛是同款，干咱讲个清楚，予咱哦
师弟呢，确确实实，咱的职安师弟会当来撮词，这是上重要。所以这两个专案，请主席裁示。好啦，蔡文杰书记啊，讲较紧点好无？伊滴哦，我只有五个案吼，第一个吼，对，拄仔讲，拄仔咱真侪议员拢有讲到地价税这个问题吼，我认为地价税最近啊，造成国民吼真侪大家吼真强烈这个反应吼，我想地价税一定爱吼专案报告，不过我认为讲地价税也无够啊，房屋税嘛一并来讲啦，吼，你地价税要去，你房屋税嘛是绝对爱来讲啦吼，这第一点吼，第二点拄仔吴宏茂议员嘛讲到吼。宜兰县的交通问题，我认为交通目前是宜兰县最大的这个吼，和、国民最大的困扰吼。雪山隧道当然已经饱和啊，饱和啊，咱也看得到每一天，咱常常在看讲啊，一线啊，这个专车啊，一线无车啊，是不是会当建议交通局吼，会当来做调拨车道，还是讲安怎做，还是讲替代车道？拄啊，迄个吴宏茂议员讲的常态这条，赶紧来个执行啊，啊无。宜兰县继续就是伫啊袂振动啊吼，另外交通的部分嘛是爱请伊做一个，咱铁路高架到底是有要做啊无要做，啊当时要做，啊当时会好，我想嘛要全面真清楚啊吼，所以我感觉讲这个专案报告这第二项啊吼，第三项就是讲咱嘛要请财政处吼，宜兰县财政无好吼，啊今年统筹分配款因为分配的部分佫减一寡去吼，减一寡去。了后，咱来了解讲，叫管迄个财政署来报告讲，咱管理的土地所有的闲置空间有偌济，啊，目前安怎处理，啊，要安怎活化，啊，是拢提去卖，吼、哦，我想这管财政署吼，爱、来报告一下，吼、哦，这第三点，第四点，吼、哦，主安师弟拄啊，即个吴宏茂议员嘛，佫讲到啊，迄撤销就撤销，袂使佫互伊翻案啊，那有点多甲民众造成困扰，吼、哦，第五点。啊，嘛要请迄个机关所来讲吼，即、這个最近啊，咱即个竹安河口甲乌石港河口吼、啊，乌石港港口吼、啊，迄、那个泥沙淤积，啊一年都要清一摆，啊咱县政府也要清，看到底是要安怎来做，互渔民袂讲逐遍着船仔去弄掉了后，再要来处理，我想安尼是毋对啦吼。以上五点。好，吴议员。主席，不好意思哦，再加一个，就是我们的第二行政中心的进度到现在是怎么样？本来是说107年的时候，分局啦，不消防，那六个这个处所要搬去那边，啊，但今嘛刚当阿伯阿伯娘无加念哦，那所以请他来做一个专案报道。好，谢谢大家，阿哥好了，谢谢啊。我提案啦吼，就是关于讲科学园区吼，甲宜大吼，即马囥起遐久啊吼，我相信啊拢规划好囥遐久啊吼，做者专案报告啦。科学园区即马拢也无人住吧啊，无人住吧，这是第一点。较早清华大学即马要改宜兰大学吼，土地拢只遐发臭吼，这是做者专案报告。宜兰大学当时要入有法度设啦吼，佮科学园区最近有法度也无做一个专题报告吼。过来就是讲，农社的部分吼，但如果地价税，我就地价税啊。农社的部分要有一种吼，较早退缩有15米、20米起来吼，看要安怎来解决，卖哦放哦，即个使用管理科哦，发啦，拆要人拆，发啦要人发，税金要人扣，这一并看政府管理看要安怎来处理啦，卖放哦，即个吼，即个管政府即个人出去外口乌白加啦吼，这第二点啊，第三点就是美育大败吼。美育大排对宜兰市非常重要吼，了了上头饮水啊吼。啊，美育大排讲者上简单嘞，县政府水利局伊拢伊个想法来为想法，无拢邀请吼地方的民意代表来讲，伊就只伊个想法了后，再来邀请民意代表来大家来协调，让伊规划拢规划好，伊变协调吼。我是感觉这个是做一个专案报告吼。搁是吧？宜兰市吼，嘉义边啊吼，即摆嘉义金陵酒店边啊吼。不管是礼拜拜啦吼，停车拢停无位啦吼。我希望讲宜兰市真济个停车位吼，真济停车用地吼，拢无去珍惜，无去做吼。我希望讲县政府，伊啊县长也答应过，讲要做一个吼，要甲市长沟通。我只个想也是无讲到，我希望讲做一个专案报告吼。搁一点吼，南门计划，我做议员才做2年啊吼，我一直拜托咱县长，
吼、哦，即南门诶、南门计划租借买即个土地，爱甲人开发，袂使踮人甲人囥地啊。咱一年诶税收，房屋税税收，上无啊减2000万，十年要减2亿，即看。管政方面来做，伊在沟通协调当中，伊要讲进书堂，我迄种我是反对。到底要安怎做？我是讲即几个点做一个专案报告吼，请主席裁决吼。那个主席哈，各位同仁、各位联络人，大家早安，大家好。我的想讲，宜兰管的交通哈，除了我们雪隧压力比较大之外，在我们平面的那个道路系统哈。除了我们易塞车路段，现在目前都是用保守的模式。那你第一个保守方式再处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 GPS 的导向行不行？再请相关单位啊，我这没有要求他报，但是还得相关单位跟各乡镇公所共同联系。第三，还有没有新的可以在那个路的上面，或者是那个穿越地下的那个相关道路，重新再来思考看看哈？请建设处、警察局共同来思考，谢谢。好，好啦，好无？好无？那较紧了啦，先甲志宏议员。好，感谢大家主席吼，嘛感谢咱张正义长的指教吼，表示讲我袂使无讲话啦，爱加减讲过吼。好，甲到迄个咱林新民议员讲的这个宜兰科学园区吼，招商的成果，好，未来要安怎走，要安怎招商，怎么创造咱青年的就业机会，请馆长做。相关的这个专案报告了哈，我跟林新民议员做这个共同的提案人哈。另外，加都咱宜兰市级的咱的管理员毛立讲哈，湿地重化有真侪这个规划，包括铁路移动的哦，阮宜兰市级的哦，应该都列为共同的提案人，因为这大家拢真关心。包括这个当权力这个相关的这高中预定地，好、相关的后火车站的开发，好、整个道路。嘛是真侪乡亲哦，拢咧关心的，嘛请这个馆长吼啊一并来做一个专案报告。过来地价税、房屋税，甲汝真侪议员嘛讲，房屋税、地价税、课税的标准伫倒位，我看拢没有一致性的标准，好、嘛请馆政府来做一个说明报告，予咱的乡亲有所依循，较袂产生这个误会。过来这执政党议员。才不会背黑锅。好，报告完毕。好，谢谢。张秋平，张议员。喂，各位主席啊，各位大家好啊。我一个提案吼，这个专案报告就是讲，咱即摆天气变化真大，那时不时雨拢落到遮尼大。本席曾经捌甲咱温世超议员、温素琴议员提案。讲咱的东山湖的出水口，就是咱清水大甲门一定做，出出来搁做大型抽水站，但是较当搁招沉大海啦吼。我唔盲讲伊在找时间来做专案报告，我大家知影，这么大条的代志到底何去何从吼？谢谢。好，多谢啦吼。议程就安尼决定啦吼，至于各位同仁所提专案报告的。问题包罗万象啊，真侪是区域性的啊、法制性的啦、啊、吼，也是甲专业性的啦、啊。咱则请吼管府啊、贵州院大联络人啊，要分别吼啊来甲阮艺术组来联系，啊甲提案人吼、啊、来联系啦，啊那来排贴无会好事吼、啊，啊再还来议定，阮再来排定啦。吼、啊，恁咧要紧去创啦，即马差不多甲问题拢讲出来啦，差不多甲单位即阵啊、管政组即阵的问题，差不多拢差不多，大家拢有讲到啦。好，我看安那来搭合吼，干来协调，安那来分门别类吼，议程再来甲大家提案人来参详，啊再来排定啦，好不好？啊，议程就这样来决定，谢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讨论事项。首先，蛋以后了，讨论事项先。好，议程就决定了，好吧？好啊，我就进入到报告事项了，报告事项。哎，对。好，我们进入，我们来进行第一次会议的，进行报告事项哈。
程序委员会报告议案审定结果。程序委员会于10月25日上午召开第12次会议，除了审定本次大会的议程表外，还审定了宜兰县政府向本会提请审议的预算案4件、一般提案23件、法规案5件、人民权利案1件，合计33件。详细审定内容，敬请参列放置于各位议员席位上的审定报告书。以上报告，谢谢。好，那继续啊。但你妈讲，这报告刷了，谁来提吧？啊？有啦有啦，顶面就是顶面大会决定的迄个杨姨甲迄个农舍迄个地界这个啊。当时啊报告。大会决议的啦。大会决议，阮也无啊，无收到啊，你大会决议。是，我那个写清楚好啦，好啦，无写哟，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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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来，继续来报告哈，备查案件了。好，那我啊，议事会先来报告好了。啊，今晚就侦查照案了。议事会部分。来这一次自治条例部分，对，好，民政类政治第18-019号修正宜兰县立殡葬设施管理自治条例第6条附表，宜兰县立殡葬设施保证金及使用收费标准表一案，草案一读。好，交付相法规小组了哈。好，政治第18-020号公务类修正宜兰县雨水下水道站挂缆线管理自治条例草案一读。好，交付法规小组哈。好，政治第18-021号修正宜兰县下水道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一读。好，交付法规小组哈。政治第18-022号修正宜兰县饮食健康权自治条例第10条之1草案一读。好，交付法规小组。安尼好哈。好，还有。好了，我们有两个备查案来报告一下。啊，这个呢？向大会报告，县政府来函。一个是审计部台省宜兰县自治函，受审者宜兰县议会。中华民国100年9月29日，省宜县一致第10500279号函，主旨简送中华民国105年度宜兰县总预算半年决算查核报告，含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一份，如附件，请查照。啊，另外一件是县政府来函，受审者宜兰县议会105年10月19日府民行制第1050171489号函，主旨为办理本县荣誉县民审查小组委员聘任一案，会请贵位推荐现任议员3名担任审查小组委员，任期至106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止，请查照恢复。以上。好，第一案哦，同意备查了哈。啊，第二案要推人哦，因为时间到了。顶面上，议程上，伊都是荣誉县民的审查委员，吼、哦。啊，无都。无啦，外面。好来，来今日啊，哈。好，赶紧来，赶紧来，吴洪茂啊，过来，哈。陈武山，好，过来。阿哥，我啊，好，吴秋林，好，好，哦，这有够啦，有够啦，就以上三位啦，吼，以上三位啊、代表本队参加荣誉县民审查小组，好不好？阿你好不？都吴洪茂嘛，陈武山嘛，吴秋林嘛，好啊，冇，好了哈，好，就这样来推派三位。同仁代表我们参加荣誉县民审议委员会了哈。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被查那个查那个法案的查账的细则规案呐、啊，
等有会期的时候，有要开法案的时候再过来处理啦。有四十几人念未完啦，好不好？以上给大家报告。那现在我们开是不是来进行？等几点？好、哦，阿、啊、哥有啦，来进行的馆长庄世顺的抽签啦，好不好？好好好，拜托，好，谢谢。来，赶紧来。第四次大会现场施政总质询发言顺序表的抽签，首先请一号陈这一组是陈杰林议员、孙汤议会议员、陈孝仁议员。抽到发言顺序第二号，接着下来是吴侯某议员、张秋明议员这一组，请张秋明议员代表抽签。抽到发言顺序第15号，接着下来是张明华议员、陈俊宇议员、薛成义议员、邱家俊议员、黄世超议员，请薛议员代表抽签。抽到发言顺序第14号，第十四号。接着是沈德茂议员。沈德茂议员抽到发言顺序第四号。陈正南议员不在场，请议长代表抽签。陈正南议员，抽到发言顺序第6号。接着下来是江碧华议员、吴秋林议员这一组，请吴议员代表抽签。抽到发言顺序第10号。接着下来是杨顺木议员、林金龙议员，请杨议员代表抽签。抽到发言顺序第8号。接着下来是黄树琴议员，单独抽。抽到发言顺序第11号，接着陈汉忠议员、林成功议员，请陈汉忠议员代表抽签。抽到发言顺序第7号，接着下来林月璇议员、黄建荣议员、黄玉瑜议员这一组，请。抽到发言顺序第1号，林月璇议员、黄建荣议员这一组，抽到发言顺序第1号。接着下来是林志宏议员单独质询。抽到发言顺序9号，抽到发言顺序第9号。接着下来是蔡文义议员，个人单独抽签，蔡文义议员，不在会场，请议长代表抽签。蔡文义议员不在会场。抽到发言顺序第12号。
接着下来是陈福山议员、张建荣议员、林希明议员，请林希明议员代表抽签。抽到发言顺序第三号。接着下来是尤湘德议员、刘天虎议员。请由抽到发言顺序第五号。接着下来是黄定和议员、陈宏喜议员、黄玉仪议员这一组。抽到发言顺序第十三号。报告台哦，有人爱六号无？有人要六第六顺位哦？有人没有？我看正南议员哦，伊即摆伫休养中间哦，吼，是毋是互伊在上尾啊啦？安尼较袂影响规个咯。啊，上尾换有人要换，在场有人要换无？第六顺位有人？无往前推，拢往前推倒啊！拢往前推一个顺位好无？哈？往前推，拢往前推一个顺位。迄个正南议员哦，都上尾哦，迄群就再来了，好不好？好，安尼好了哈。好来，那整理好没有？向大会来报告一下那个登记顺序。现在报告现场市政总司行的发言顺序哈。顺序第一号，执行第一号的是林业贤议员，黄建荣议员。那第二顺位的是陈杰林议员、孙昌议会议员，还有陈孝仁议员。第三顺位的是陈福山议员、张建荣议员、林其平议员。那第四顺位的是沈德茂议员。第五顺位的是尤祥德议员，还有刘天武议员。那第六顺位的就是陈汉忠议员、林成功议员。第七顺位的是杨顺木议员、林金龙议员。第八顺位的是林志宏议员。第九顺位的是江碧华议员和吴秋林议员。第十一顺位是黄世琴议员。第十顺位的是黄世琴议员。第十一顺位的是蔡文丽议员。十二顺位的是黄义议员、黄定和议员，还有陈宏喜议员。然后是十三顺位的是张明华议员，陈俊宇议员、谢成义议员、邱家俊议员，还有黄世超议员。第十四顺位的是吴洪模议员，还有张秋平议员。那第十六顺位的是陈正南议员，然后是副议长还有议长。以上报告。好，那个县长总是执行顺序，就刚才向各位报告的了哈。那下午两点半我们进行那个县长施政总报告了哈。下午两点半，那明天早上十点，我们要到阳明这里阳明大学附设医院来进行参访考察。十点钟在县议会门口集合，十点十五分。是二十分啦，十点二十好了啦，就是。